秋燥伤肺，可以多吃莲藕润肺，特别是经常熬夜、脾胃差、湿气又重，可以煲梅豆花生莲藕鸡脚汤。花生和梅豆是祛湿健脾胃的经典搭配，而鸡脚含有丰富的铜元素和钙，可以很好的滋养身体，舒筋活络。这是今天的全部材料。鸡脚焯水后用清水洗掉血沫，这样煲汤清亮又不腥。往砂煲中倒入处理好的鸡脚，铁棍山药健脾胃，花生健脾和胃利肾去水，梅豆祛湿健脾胃，莲藕补血凉血，姜一块祛腥，陈皮开胃理气。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大火煮开，在最小火煲90分钟。90分钟后，加入盐调味即可。汤醇香浓白，鲜香又好喝。